让我看看谁抓饼！全军出击！叫坂田银时，蓝林汉的亲爷爷。你真狠，你还整俩号，一个三级，一个一级，你这都。还有胡汉山啊，不要刷屏了啊。怎么回事呢这？我这是兔狗兔面呀，这过来就抠我。这没给他打下鸟。哎呀 ，A 了下小兵是为什么呢？右键没有点小兵啊，这是有点烦呐。这二级怎么学的 E 呀，兄弟啊？不及上啊，这边他有 W 的话就有点难打，说实话一套可能会给我们秒了，这都不一定，先等一等，这个车不补了。等 W 啊，他现在就在找机会，哎，想办法能把他 Q 给他躲了，看看怎么躲一手。再红啊，人马呀，人马再红不好办。这几个兵不行就不要了。这把前期没单杀，说句实话，有点对不起你们了。我的问题，由于我嗓子有点难受，吐了口痰。被他给我阴了一波，来，他学 W 了，不着急，不打他。打死他！漂亮，这波双杀，大波扣，游戏结束，你们可以下一把了。可以下一把了。
等他把 W 给用了的啊，这波可以干。我不知道这银马会不会来呀，这个银马呀。让银马来。遇不到。下边再杀。他已经下鸟了，让我看看啊。嗯，你也生了。他要是打我的假猴是不是也可以切那啥呀？哦、oh, my god， 能不能打到死让我看一眼。哎，这就能打死。那大招怎么给我蹭飞了呢？他好像血有点多，不太好杀呀。三秒。不行，血有点多，不好杀。先杀银马来。不急，哎，可以 ，nice 兄弟，你双杀，我双杀，我们一起来双杀。这人也太多了吧！啊？干嘛呀？有点杀不完了，感觉他们家的。怎么金克斯无敌了？哟，可以接受啊。我们往中走，这银马没有大招，那不死定了吗？你吃吧，正好你打峡谷先锋，这银马就打峡谷，让阿卡丽，哎呀，让阿卡丽给害死了，干嘛呢？杀戮拆掉，拿下，下一把啊！2133银马在下路，我们无敌了。哎呀，再推一波。这波克烈可能会直接放冲压啊，我们不要在这里回城。
往下面走。他好像打不过我。哎！挡着你这个闪现可以。刚才不要立刻闪，刚才立刻闪可能会被他换了。再推一波，10-16了。我的车！为什么这个金克斯能如此之嚣张？谁给我解释一下？他凭什么嚣张？啥情况？他是个屁！等我来！哎呀，一个小金克斯如此嚣张！空单也够拉了，俺们家这中下好像都挺拉的哈。到底是杀金克斯还是杀阿卡丽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打得够吗？干啥来了？我帮你把中路塔拆了吧。可以，球女儿有钱了，萨克裂了。帮他把中塔拆了，这样呢，球女就不用跟阿卡丽对线了，知道吧？什么意思？有点意思啊，就我这人看没了呢。哎呀，有点秀啊，有点秀，有点秀，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哎呀，老了。给我秀完了，给我秀的，来来来来来，可以继续干。今天这金克斯不死，指定是不行事儿。直接给我越来。为什么会有夹子这种东西啊？你可太牛逼了，你怎么还过来呢？上波给你秀一秀，有个闪现咱就算了，对不对？你这波还有秀，你咋那么牛逼呢？有点太过分了，这
咋不跟我拆了呢？我拆了。可以，我来照一下，看看在哪。来，哎呀，送火箭了！我今天都没收到过火箭呢。干嘛呢？杀！哎呦，要杀我！这人马脑淤血呀，人马呀！哈哈，人马，人马来的太快了，人马。这一波给干崩了，死亡之舞了。你看，一个 ADC 血来啊。其实是没什么用的，没得用。且来他也出不出来春哥，他要出来春哥还行，我得去会会这阿卡丽，我得会会他。有没有红啊？拿红也可以啊，拿个红或者推个中。这银马可上路呢，金克斯刚活、啊，拆塔吧。我真不信这个金克斯敢上来。来，最终最下这都可以。哎呦，好痛！你们加油，我先退中了啊！据我的多年经验推断，这一波对面还是打不过。好多炮车哦，这三个炮车得多少钱啊？丢丢丢丢丢！哎，别让我动，等死吧！1980，今晚我要发呀，出点啥呢？来个破败吧，既然这么的顺，是可以来一个破败的。你们说这包女儿她能走？哎呦，我感觉他可走不了。又给下当了？没下当啊，这。
就别要我这红了，没用。给你浪费，打个大龙吧，来。那不能打了，他们有眼儿呢，就打不了了。这个红不是红啊，这个龙不能打，这个龙打了有可能会被反。我们去加入收兵。去打龙吧。呀，打起来了，可以啊，下路没了。下路没了，基地估计也要爆炸了，你们就打吧。基地没了，去追追吧！加猴一个机会。